好，我知道你要等披萨。烤披萨。再一次。哈哈哈！再找可爱一点。炭火肉食披萨。新品上市，那 Meat Lovers， 它有炭火烧肉酱、洋葱、火腿、熏鸡肉、培根、香肠粉、白酱鲑鱼披萨 ，Salmon with cream sauce， 它有烟熏鲑鱼、鱼软、洋葱丁、蘑菇片、奶油、白酱、香肠粉，还有酸豆，可以吃了。耶！我要先从这个开始。拿起来。对啊，胖哦，现做的好胖。不要很胖。它底层是秘制炭火照烧酱，然后咸咸甜甜的口感搭配洋葱提味，上面有火腿、培根、熏鸡肉三种肉片，三重层次。还有起司，好吃吗？好，新口味。这烟熏烟熏鲑鱼，然后烘焙出那种蓬松咸香的口感，然后拌入那个鱼软，那波滋波滋的鱼软，鱼软超多的，真的好。真的超多，好烫哦，好烫！咸咸香香的，海味十足。三阶生日，然后有蜜油。送生日礼物，好开心！那培根有焦香哎，它有火腿、培根、熏鸡肉三种肉，其实下面有火腿片吗？对啊，所以它才叫 Meat Lovers， 肉的恋人哎，肉的爱人。哇，三个都有哎，对啊。哇，扛西成这样！啊，真短。哇，它的火腿还蛮大片的。太挺短。喜欢吃肉的人应该会喜欢新口味。例如我。嗯。好吃。喜欢吃新口味，因为我喜欢吃肉。它的鱼软真的超多的。喜欢吃披萨。我喜欢吃鲑鱼